中安城内有出一名尚书，名叫袁天罡。此无尚书，在未来知过去。他说讲太平盛世，寡人想要探访兵情者，不如往到东家祖上，找找他袁尚书，一起辩知不妥。如果来当了解以后摆动不了，有什么困难事的，只要你还天公给你指点，你来当以后万一了。好，既然是众天家先来推荐，那呢寡人就尊天所授，打扮白身出个风声助官，观看他还天公到底是夫人仔啊。那呢，今时今日布殿之事，就有劳众位卿家咯。为甚了这？万岁爷，这厝若是要出嫁入去，一路就要小心细腻。寡人明了。那呢，今日布殿就有劳各位卿家，累死。